T， 那曾一峰先生，那最后会邀到这个 OIN 的 Shane Cochran 先生，再会邀到葛东美女士，然后呢，我们来进行这个Legal Impact 的主题。那首先今天呢、就是 ANT， 他讲的是这个开放城市语言授权之旅哦。那从这些语言，比如 Perl、Python、PHP、Ruby、Scala、Node.js， 那相关的制裁权里面有什么一些问题？那他会为大家来解说。那其实ANT 他的专长主要是在资讯安全领域，那还有在这个就说开放源代码、智慧财产权也是他目前专精的领域之一。那他是一个对于这些不管是城市这些设计，还有这个有关授权都很有研究，他对于经济学、心理学，那其实也有一些自己的心得。那所以他的这个个人简介我是觉得蛮有趣的，他每次就说没有会议就变欣然忘食啊，这句话就让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位。哎，那之前他曾经在那个就是这次的协办单位 Open Foundry， 那也在那边任职。那总之废话不多说，我们今天就请他先来讲这个主题哈，谢谢。好，大家好。OK， 那我是 ANT， 那目前专注于合法的安全程式设计。不好意思，听得到吗？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我不知道各位哪一个黑底白字还是白底黑字比较清楚。黑底白字，白底黑字。OK， 那就白底黑字。如果有看不清楚的，再跟我讲一下。好，那本议程主要针对其实是程式语言软体的授权，哈，以及网站开发的授权议题，例如接案、外包或者客制化等等。并不会深入说 mobile app 或是 cloud 的领域，因为这两个领域世界比较复杂，好，未来有机会再分享。那原本以为我写程式应该很快乐，只要写好程式就好，但工作之后才发现，很多时候程式其实受制于智慧财产权，也就是所谓的知财权，不小心还会被告侵权。所以到时候后来呢，我就开始说除了写程式之外还要懂知财权，那就实在是太坑爹了。那这其实就是说，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在学程式的时候，教授跟长辈没有说 ，OK， 那就会发生酷酷的心情。Okay， 那其实过去我研究，早期是研究 Android 授权程式模式，然后没多久过就被 Oracle 告了嘛 ，OK， 所以很无言。那后来其实陆续研究所谓 Symbian 啊、Amigo 啊、Meltemin 啊、结果研究一个就不见一个，又要酷酷。其实现在都不太敢研究其他的，因为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个市场非常竞争，但是后来有朋友要研究八大，不管是不是故意，总之刚分析完就有相关新闻出现，所谓三星啊，说八大只剩一年寿命啊，仅剩一年寿命之上，三星可能放弃这个八大平台。OK， 所以为了我人身安全跟 Mozilla 报告，我没有研究 Firefox OS 哦。OK， 好，我很乖。OK， 先带一些东西哦，比如说授权相容性。英文叫 License Compliance、哦、那根据著作权法、哦、第五条第十项，我们看到著作权法第五条第十项highlight起来这部分、哦、电脑程式著作。 OK， 电脑程式著作是纳入在著作权法里面保护里面、哦、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每个程式原则上都有著作权、哦、那受著作权法保护、哦、即使一般认为最没有问题的什么 MIT、BSD 跟 Apache、哦、也不是可以随便乱用、哦、他们都有需要遵循的义务。好，那除了授权条款之外呢，最麻烦的是其实你还要去面对所谓的复杂授权相容性问题，也就是说有些授权是互斥的。好，例如 GPL 2.0 跟 GPL 3.0 是不相容的， GPL 2.0 跟 GPL 3.0 也不相容， HPL 3.0 跟 GPL 2.0 也不相容， BAD 有很多种，那其中一种叫四款 BAD 跟 GPL 2.0 也不相容， OpenSSL 跟 GPL 也不相容，那当然还有很多。这意味着这些互斥的授权程式呢或授权条款在散布的时候原则上是不可以在专案中关联运作的，但是随便有原则就有例外，但因为时间有限不同例外。OK， 正题哈，我们今天讲主角，今天主角是 Perl、Python、PHP、Ruby、Scala、Node.js， 友情客串部分就是 OpenSSL、MySQL、MongoDB 还有 Neo4j。好，现在讲主角就程式语言本身部分，有限时间呢，请讨论程式语言软体本身的授权哈。那介绍顺序是按照它诞生日期，但是现在先说明了，接下来讨论的是。好，程式语言软体本身哈，就是说不是程式语言写出来的那个程式，好，也就是说例如比如说某程式加到 Perl 的 source code 里面，好，记住是它的程式语言本身那个软体的 source code 里面，我们来讨论这个。从这里面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个社群或者这个程式语言它的发展的一些脉络哈，我喜欢从这些东西去探讨他们的一些发展。好，所以探讨 Perl， 1987年好 Perl 5。好，这是 Perl 5.16 原始码里面的 README，
README 这个里面都有，它有写它的一个授权状态哈。那原则上就是 Artistic 1.0 跟 GPL 1.0 Plus， 好，是所谓双重授权。使用时可以依据 Artistic 1.0， 也可以依据 GPL 1.0 Plus。那什么是 Plus？ 好 ，Plus 代表其后版本，也就是说。GPL 1.0 Plus 代表你可以用 GPL 1.0 2.0 3.0 甚至以后美国自由软体因为推出 4.0 的时候你也可以用 4.0、但问题是 Artistic 1.0 跟 GPL 不相容，所以如果选择 Artistic 1.0 意味着 Pro 很可能不能再纳入 GPL 的程式，反之若 Pro 牵扯到 GPL 程式的话就只能依据 GPL 释出，不可以再用 Artistic 1.0。 OK， 那如果使用 Artistic 1.0 的时候还要注意 Artistic 1.0 的艺术性要求，而会成为艺术家的条款，也就是说，如果对原本 Pro 程式的或是模组的可执行档进行改作的时候，而没有经过原本著作权人的同意，或者说原著作的认可，好，改作著作只能以另外的名称散布，同时需要提供独立的文件说明，好，清楚指出与原版本不同之处。OK， Pro 6、Pro 6、Pro 6其实有蛮多的哈，比如说 Rakuten， 我不知道这样念对不对 ？OK， 它是 Artistic 2.0。OK， 我们刚刚看到 Pro 5是 1.0 嘛 ，1.0 跟 GPL， 那这个是用 Artistic 2.0， 我们可以从它的 source code 的 README 里面可以看到它的授权状态 Artistic 2.0， 还有个 Parrot， 它也是 Artistic 2.0。我们从它 GitHub 上面的 license 里面可以看到，还有个 Parks， 台湾大神写的哈 MIT 的授权，可以看它的 source code 里面有 license， 它写 MIT。所以呢，我们发现 Pro 6的授权哦，其实开始慢慢转往所谓 Artistic 2.0 跟 MIT。在法律领域来讲它弹性更大，因为过去 Artistic 1.0 跟 GPL 不相容，但是 Artistic 2.0 或是所谓 MIT 跟 GPL 是相容的，甚至于那个 Mozilla Public License NPL 或是 Apache 2.0 是相容的，那未来就可以解决很多法律和授权争议，这使得 Pro 6的授权相容性更高。好，接下来介绍 Python， 1991年它的授权是 Python 2.0， 从Python 2.7.3 的 License 里面可以看到还有 3.2.3， 好，所以 Python 2跟3都是一样的授权。那这个授权呢和 GPL 授权条款相近，所以我称它为商业绝对友善授权条款，相容于 GPL。 那从里面的 source code 里面的 README 有特别有一段，好，把它直接出来，他说了 This Python distribution contains no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GPL code， 也就是说我不是 Python 的程式员里面绝对没有任何 GPL 的程式。我们可以看出 Python 社群对于这种法律议题的一个纯粹性的要求，因为没有太多限制，所以很多商业公司其实都是用 Python 去开发的，只是可能表面上没看出来。 OK， 接下来是 PHP 1995年。 OK， PHP License 3.01， 自从 PHP 5.4.4 的 license 里面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授权，那原则上它跟 GPL 是不相容的，而且它没有像 Pro 般的双重授权。我们刚刚看 Pro 5它是 Artistic 跟 GPL， 但是 PHP 它是用 PHP license 而已，所以 PHP 原则上不可以跟 GPL 程式系统散布释出，但是 PHP license 没有 Artistic 艺术性要求。 OK， 所以在商业上呢，在某种程度上面它其实多了一些好处。接下来介绍 Ruby 1995年，在 Ruby 1.9.2 含这个版本之前，其实它是 Ruby License 跟 GPL 2.0。 OK， 我们从它的 Source Code 里面有个叫 Copy 的一个 File 里面可以看到这样的授权，它双重授权可以用 Ruby License 也可以用 GPL 2.0 释出。还有 Ruby 1.9.3 之后呢，它改了授权 Ruby License， 然后把 GPL 改成 BLD 两款的一个授权，我们一样从 Copy 的一个 File 里面可以看到这样的修改状态。原则上还是双重授权，可以用 Ruby License 也可以用 BLD 的两款授权释出，其中Ruby License 其实衍生于旧的 Artistic 1.0， 好，所以它继承了部分的一些艺术性要求。所以呢，对于 Ruby License 程式模组可执行档进行改作的时候呢，而且没有经过原作者的认可，那改作著作者呢以另外的名称散布。OK， 此外Ruby License 没有像 Artistic 1.0 般这么严谨，对于条款名词没有定义跟解释，也就是没有定义所谓的 Freely Available 是什么。那在字面解释上 ，Free 有可能自由，有可能免费。那你这种东西在法庭上面你要去解释说你这个法条里面到底是讲的是 free 是哪一种，就会造成可能法庭两造双方会不同解释，所以有一个风险在。另外就 Ruby License 是今天讲场里面所有 License 里面唯一没有通过 OSI 认证的，OSI 是开放源码促进会，所以呢在开发跟推广上可能会受到阻力。除此之外 Ruby License 与 GPL 不相容，但是因为 Ruby 我们刚刚讲它有双重授权特性，所以 Ruby 如果牵扯到 GPL 程式的时候原则上只能用 GPL 释出，而且Ruby 部分程式可能取自于 Pro， 例如这些档案。
好，这些答案原则上跟 Perl 非常相近哈。他们可能是取自同一个来源，也可能直接从 Perl 里面拿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title 好像是 Win32.c 这个档。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档案里面它有它的一个授权状态，好，1.9.3 也仍然有这样的一个授权状态。所以 Ruby 呢，同时包含了 Artistic 1.0 或 GPL。好，因此呢 ，Ruby 虽然 1.9.3 之后，他说用 BSD 取代了 GPL 授权释出，但事实上呢，其实它还是保有 GPL 或是 Artistic 1.0的程式哈。还有另外一个潜在问题哈 ，Ruby 原始码里面有个 missing 的一个资料夹，好，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把它下载原始码下来看一下哈。那其实这边是放的是授权不明的程式哈，例如 missing 的 frogs.c 1998年1月16号之前加入的，还有 os2.c 哈，1999年8月13加入，年代久远，不知道旧者也不知道授权。而且从 Ruby 当时从 CVS 转到 SVN 的时候，很久更久以前的记录不见了哈，而且我也找不到 CVS 的版本库到在哪里哈，如果在场有人知道在哪里啊，慢慢跟我说一声，我可以去追它的授权状态。但在未确定这些程式授权状态之前哈，它其实 Ruby 觉得看起来就像一个不定时炸弹。例如其中 Ruby 在 1.8.2 的版本里面，它有个 missing 资料夹底下有个 mkdir.c 这个档案，它不是一个自由开放原始码程式，这是它当时一个授权状态。OK， 未经授权是不可以使用的哦。直到被人家告知之后哈 ，Ruby coroutine 才在2005年6月13号把它移除。那这个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就查这个 subversion revision 哈，8614。可以查到，这是他当时的状态，他把那时候的 mkdir.c 拿掉，但这只是解决 missing 其中一个问题，当然还有很多授权不明程式在 missing 的资料夹底下，这一段就是 Ruby 的团队需要去克服的。 OK， Scala 2003年 BSD 三款的授权。 OK， 授权相容性高，使用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写明条款，要附上原著作权的声明。 OK，第二个是广告文倍数的规定，不得使用原专案作者的声明来去为后续散布程式来进行广告或倍数的规定。例如不能提到这是 Scala 的产品有品质保障，这是不行的。 No.js 2009年，它其实是很年轻的一个程式员，它是用 MIT 跟 OpenSSL。 MIT 的授权相容性高，商业友善授权条款，原则上需要注意的是写明条款好就可以了，所以是附上原著作权的声明就可以。那讲那么多大家可能就乱掉哈，所以我就整理一个表。好，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去稍微看一下。OK， 我们现在介绍主要介绍完，我们就介绍一下友情客串部分。第一个是 OpenSSL， 那 OpenSSL 其实就叫解密相关的一个功能哈，比如说它的授权是什么？它是两个授权，一个是 OpenSSL 的 license 跟 SSLEAY 好两个授权。那两个授权分别对应的比较像是 BSD 四款跟 BSD 三款两个授权。那光谈 OpenSSL 授权就可以讲一堂课，那这也就是这项基础部分。 OK， 那 OpenSSL 这个角色跟我们刚刚之前谈到的程序员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谈一下。 OK， Pro 的部分， Pro 5 Artistic 1.0 或者是 GPL 1.0。 那我们之前谈过授权相容性问题， OpenSSL 跟 GPL 是不相容的，所以如果 Pro 5本身编入所谓 OpenSSL 的话，那未来授权只能使用 Artistic 1.0。 OK， 那 Pro 6Artistic 2.0 跟 MIT OK 相容于 OpenSSL， 所以呢原则上编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从这点上面可以看到 Pro 6授权比 Pro 5然后更具弹性。 OK，那在 Python 部分， Python 是 Python License 2.0 好，相容于 OpenSSL， 所以编入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 OK， PHP 部分，那 PHP License 3.01 以及 OpenSSL 是相容的，而且 PHP 在 5.3.0 之后呢，就把 OpenSSL 纳入官方的一个 Extension 里面，好，所以是没有问题的。那 Ruby 部分， OK， Ruby 1.9.2 好， Ruby License 或 GPL 2.0好， Ruby 1.9.3 是 Ruby License 跟 BSD 两款的授权。原则上这两个版本其实都已经把 OpenSSL 纳入在 Extension 里面，比如说你在写 Ruby 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再去安装特别的 OpenSSL 的东西，你就可以用 OpenSSL 了。好，但是我们之前讲过 OpenSSL 跟 GPL 不相容，所以无论是 Ruby 1.9.2 或 1.9.3 原则上都不可以包含 GPL 程式在散布。而且在从 Ruby 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是否用到这个 GNU Readline。GNU Readline 是 GPL 程式，因此在编译过程中，如果将 Readline 跟 OpenSSL 一起编在 Ruby 的执行档里面的时候，原则上会产生授权冲突的版本。注意这边谈原则。类似问题先前其实发生在 Debian Bug Report Logs 603599，各位有兴趣的话去查一下。那当时呢，社群就提起这个问题，当时的 PostgreSQL 当时是用 GNU Readline 跟 OpenSSL 一起编的，
好，跟 Ruby 我刚刚提到状况是一样的。那这个 bug， 我们记住看一下它的 bug 是严重性哈 ，serious。OK， 后来怎么解决的？解决放在这边。那简单来讲，就是用 add line 取代 reline， 也就是说用 BSD 把原本 GPL 的程式去换掉，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而另外呢，那 Ruby for Windows， 好 ，Ruby for Windows 下它的安装包，那叫 Ruby Installer。有没有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哈。Ruby 1.9.2 这个它安装包执行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一个画面。我们看到 third party 部分它含有 OpenSSL。那安装之后，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先看一下 Ruby 版本 1.9.2 没有问题。然后 IRB 进去之后，我们看一下Redline 的版本。我们看到它 Redline 版本是 5.2， 所以确定它有装 Redline。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OpenSSL 版本是 1.1.0。OK， 它有装 OpenSSL。那 1.9.3 呢，一样的情况后，我们一样它有看到它的有 Redline 跟 OpenSSL。哦，由于 Ruby Installer 同时包装 GNU、Redline 跟 OpenSSL， 所以 Ruby Installer 可能是个有问题的安装包。OK， Scala BSD 三款，那原则上BSD 原则上都是相容于 OpenSSL， 所以编入是没有问题。那 Node.js 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把 OpenSSL 纳入官方版本，就直接支援了，所以预设支援授权没有问题哈。那因为 Node.js 本身就是用 MIT 的一个授权哈。所以讲这么多，大家应该乱了哈。OK， 那我们看到比较 highlight 的部分就是 Perl 5以前好、哦、跟 Ruby 1.9.2跟 Ruby 相关的哈、哦，比较有一些需要探讨的地方。OK， 接下来是 MySQL。OK， 本一层主要探讨是 MySQL 的社群版本以及社群版本加上 Fox Exception 哦，就是一个例外条款。OK， 那上述不管是哪两种哈，当然还有企业条款。那我们现在 MySQL 的授权其实，不管是哪一个，我们刚刚看到社群版本就是 GPL 2.0 的授权，这是没有争议的。那其实 GPL 就是很多人炒作的恐怖界授权嘛，那其实都是源自于误解哈，或者说所谓的 MySQL 是 Oracle 没说清楚的部分。其实一个很问题的本质就是说，使用 MySQL 资料库是否一定要遵循 GPL 2.0， 或者所谓的你使用的是 MySQL Fox Exception。License exception 这两种，也说我们简单来讲，假设你的网站呢是用个 MySQL 当资料库的话，那大概示意图可以用我们这样的方式去表现。OK， 那我们看到 MySQL 部分是绝对是 GPL 2.0 部分 ，OK， 这是没有问题。OK， MySQL GPL 我们现在探讨是 GPL 的互惠性跟感染性症结点，然后其实不是 MySQL 资料库本身，那到底是哪里呢？而是我们怎么与 MySQL 资料库沟通哈？所以重点是我们用什么方式与 MySQL。沟通，好，因此重点就在于 MySQL Client 的授权是什么。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Server 部分，那我们现在谈的是 Client。OK， 我们刚刚看到示意图是这个样子。那其实重点在于说 Client。各位如果在装 MySQL 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除了装了 Server 部分，它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会装了 Library 叫 Client 部分。那其实为什么很多人说你用 MySQL 就要用 GPL？ 那其实症结点不在 Server 部分，其实在 Client 部分。假设 MySQL Client 部分是 MIT， 你当然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假设它是 GPL， 你的 website 原则上就是 GPL。所以接下来我们探讨各开源程式源 MySQL 的 Client 的函数库，看主角们跟 MySQL 的连接关系。OK， 我们先来看 Perl。我大概整理出来这三个跟就是用 Perl， 如果你要连接资料库，然后的 MySQL Client 部分，我们看到 DBI 是 GPL 2.0， 因为它原则上它是。相依在 DBD MySQL， 那 DBD MySQL 的MySQL 的部分也是 GPL 2.0， 因为它底层还是用 MySQL 官方版本的 library， 所以它是 GPL。那另外一个叫 Net MySQL， 它是 RTT 1.0， 所以如果你在授权上面有疑虑的话，你可以用 Net MySQL。Python 我只找这个，看各位到时候能不能提供哈。这个原则上它底层还是 MySQL 官方版本 library， 所以它还是 GPL 2.0。那 PHP 呢 ？PHP 比较特别哈 ，PHP 5.3.0 之后提供 MySQL Native Driver， 它的授权是 PHP License 3.01， 它是 PHP 的团队去开发的，它主要用来取代原本备受争议的 MySQL Client Library， 它就是用它 PHP License 去取代原本 GPL 这一块。所以呢，在 Linux BSD 上面呢 ，PHP 5.3.0 之后呢，你需要指定编译说，你在编译过程就说我要用 MySQL ND， 就 Native Driver 这个。程式哈，但是 5.4.0 之后变预设 ，OK， 所以你就直接编译就直接可以用。那在 Windows 上面呢，其实 5.3.0 之后，它的官方版本就已经是 MySQL ND。
Okay, 那当 PHP 支援 MySQL ND 之后呢，这些东西啊、哦、extension 底下的 MySQL、MySQLi 或是 PDO， 好、哦，这些自动就会使用 MySQL ND， 那不需变更原本 PHP 程式、哦、就可以有效降低 GPL 互惠性要求。那这是两个比较主要的底层的 module。Okay, MySQL ND 是 PHP license， 那如果你用原本的 library MySQL 就是 GPL 2.0。Ruby 啊 ，Ruby 目前最容易用的是什么？就是 MySQL 2、哦、这个东西。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MySQL 2这个东西是 GPL 2.0、哦、它底层还是用 MySQL 的官方的 library。所以原则上，如果你用这个东西跟 MySQL、server 做沟通的时候，你的东西就变成 GPL 2.0。那里面唯一没我们看到是用 Ruby license 是 Ruby MySQL。OK， 但可能很多人会有疑虑它的效能跟功能性哈、哦，这就不在这边讨论。Scala 在 Java 里面，我就只找这一个跟 MySQL 连接的哈，这是 MySQL 官方提供的。那当然原则上它就是 GPL 2.0。Node.js， Node.js 找到比较多哈，比如说 Node MySQL、MySQL Native、MySQL Library、MySQL Client 这些东西，我们看到前两个是 MIT，OK，、okay, 后两个就是 GPL 2.0， 因为他们都跟 MySQL 提供的官方版本 Library 是相依的。那 MongoDB 呢 ？MongoDB 其实在官方版本著作权声明授权里面，它其实分成三大部分哈。OK， 这是官方版本的首页。那其中一个是 MongoDB 的核心资料库部分，我们注意它是 HGPL 3.0 商业授权双重条款哈。然后其二是 MongoDB 的官方提供，它有提供 server 版本以外，它有提供我们刚刚讲的 driver 部分和 client 的部分。那这边官方版本提供都是 Apache 2.0。OK， 那还有文件部分就是 CC license。因此 MongoDB 本身是 HGPL 3.0， 官方提供版本资料库的驱动元件呢，原则上都 Apache 2.0、哦、所以呢，在不修改 MongoDB 的资料库本身前提之下呢，授权重点在于 MongoDB 的 driver 本身、哦、也就是官方版本提供都是互惠性要求 Apache 比较低的 Apache 2.0， 所以原则上都可以放心的取用、哦、这是官方版本提供的列表。那有些客串部分 Neo4j， Neo4j 官方版本所谓说明、哦、其实它就分了社群版本、进阶版本、企业版本、商业版本。Okay，那它列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也有 HGPL 3.0 的授权状态在里面，好，把它整理一下。那原则上一样，在不修改 Neo4j 好资料库本身前提之下呢，授权重点在 Client。那在 Neo4j 里面，它叫 REST API 的部分，好。那我把官方版本的东西抓出来，然后在网络上搜寻一下比较常用的东西，都要整理在这个列表。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左边就是Client 的部分，然后比较第二个栏位是 Language 的部分。然后最后是 license，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东西还是用 GPL 2.0， 有些东西就不是。那从这边东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去选用什么的一个还是哈。OK， 接业部分，哦，法律其实不是保护懂法律的，而是关心法律的人哈。我们要面对他，接触他，处理他，但是不要放下他哈。其实法律蛮复杂的啦，那其实也不要哭哭哈，但是哈也不一定要学啦，通常用问的就好。OK， 好，你还是很快可以快乐的写程式，好，谢谢。先不用离开，我一开始听他讲述的时候以为在讲 Lightning Talk， 对，所以说还蛮快。那现在我们还有大概五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就开放问题讨论这样。那请问各位有没有问题的？哎，请，哎，哎，对，用前面按下去就可以了。对，实在讲得太精彩了哈。就是我有个疑问，就是说，假设它有一个library， 然后它里面有很多 third party 的一个library， 可是它本身的那个 library license 假设是 BSD 好，可是它的里面挂了很多，就是可能其他开发它把它 include 进来，可是都是其他的 license。那其实是不是说，假设我只要我在编译我output 我的那个执行档的时候，只要我有相关的，我就一定要寻找一个相容 license， 这些都要相容才能够发布，这样子是不是这意思？原则上是。所以意思就是说，假设它的那些include 进来的其他的 third party library 都的那个我都没有用的话，我就用它原本，那就是它原本一开始最开始的那个 license 是这样。对，原则上就是你使用到哪一部分。所以如果全部都用，就一定要找一个全部都是。对，如果你有相容的话，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像火烧连环船的方式。了解，就只有如果它有相依别的，你就要看整体；如果你用到它的部分没有相依到其他的，你只要看它的部分就可以了。就是如果他没有另外就是他原本的那个，所以其实授权东西其实是看你的程式的执行状态，而不是看整个 source code 包在一起。了解，所以他挂过来的只要他原本是 BSD， 就是他 BSD， 可是他如果挂过来有 GPL 就要相容 GPL。 那如果他有
编进去，可是他其实都没有执行到，这样子有那个吗？原则上，假设失误就是某些失误这样。就是说一定要 run 到吗？就是原则上，只要是在法律见解里面，我觉得如果是有可能执行到的，你就必须考量到。哦，就是基本上在如果完全都不会执行到的话，我觉得你就把扣拿掉。哦，对啊，对，我是说，如果意外情况，一定是记得的话会把它拿掉的。其实也不一定拿掉，就是在那边扣前面写 ESIT 离开就好，随便都是很多方法可以做。对，好，了解，谢谢。不会。OK， 请问，嗨，这位。原则上是要讨论，我觉得先讲一个比较概念性问，就是说，其实这种东西是跟散布有关。OK， 那假设你拿 Ruby， 我刚刚讲的很清楚，就是说它里面其实已经含有 OpenSSL 跟 GNU/Readline。OK， 那你如果先把它 compile， 你自己 compile 放在自己电脑里面的话，这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 compile 的东西再散布的东西再散布出去的话，这东西就变成它有授权的争议性问题。也就是说，假设今天你用 Ubuntu 或是 Debian， 你装的binary 的 Ruby， 它把这两个版本绑在一起的时候，它原则上是有一个授权争议的情形在。但是如果你是下载它的 source code 再 compile 的话，原则上对它来讲就没什么问题。所以重点在于，你这东西结合的前后跟你散布的前后的关系在哪里？不清楚，没关系。但我不太理解你说，你说用 RBN 这种方法，它是自己去下载，把它放在一起。原则上自动化的话都算有争议的，对。OK， 我开放最后一个问题，请问，我想问一下，就是一般如果说我们在比如说像 GitHub 上头看到一些 Open Source 的 Project， 那它可能旁边会写说它的 License 是 Apache 或 MIT， 那我的疑问是说，我是不是需要去 verify 说，如果它里面有用到一些 library， 它里面的那些 library 的 license 的种类，还是我就可以相信说啊，它 claim 它是 Apache 或 MIT， 我就可以拿来用 ？OK， 原则上都还要再去查，因为发现其实我在做很多library 取用的时候，发现他会说他的授权专案是某一个，但其实你在深入调查的时候，他用到的一些 library 其实还是有包含其他的。所以如果你是只看到表面的东西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法律风险在底层。所以决定建议是说，你在安装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一下它跟其他 library 相应性是什么。所以就是变成说，我们要非常小心注意你选用的 library 本身，不要只看到它 library 授权，因为它可能本身底下像我们刚刚看到的有些的东西像 PHP 它只说它是 PHP license， 它不会告诉你它底下有 OpenSSL。所以你用 PHP 的时候，原则上就是 PHP license 跟 OpenSSL license， 其实你都有用到。OK， 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那大家可以会后再跟那个 NT 来讨论一下相关的问题。那今天的这会议很精彩，让大家再给一次鼓励，这样子，掌声。